也不给我打个伞。你眼镜呢？车里呢。嗯，至少穿个白衬衣，发点光。今天趁阳光好，拿一个彩色的铂金三菱出来。挡太阳的。我看下雨，你用它挡雨的。嗯儿子刚才说不想晒太阳啊，他说我们不要去亮面，我们去暗面。是不是你啊？嗯，咋的有病啊？说到亮面暗面，爱马仕有很多颜色，很多颜色它是在不同光线下是不同呈现的。那这个托斯卡紫在比较暗的时候，它会是一种酒红色一样。哦，对，我今天还在跟我朋友说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包，就是它如果单纯的放到凳子上，我觉得会有点显得老气或者是不好看。但是就是当你拎出来，它就会发现、干干净净的，很好看，很干净。对。然后它这个颜色，刚才我发现真的，它就是像什么颜色？蓝莓酱，有点像蓝莓酱的那种感觉。又说到吃了，就是抹到面包片上以后的那个。拎这些偏红色的包，他戴的这个手环是酒红色，有的时候还会有点呼应，我觉得挺巧妙的一个小细节。非要跟人家弄点缘分，本来就是嘛，咱也不瞎说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个包，我朋友说，他说，因为他比我瘦啊，他说这个尺寸正好，这个是30的。最主要这一点就是，这个包很轻，就它比我觉得最重的 Epson 皮，是 Epson 皮吗 ？Togo 皮不沉吗？嗯，就没有，我是说这个是 Epson 皮。我说最沉的皮是什么皮？不一定哎，不一定，有的时候不均匀还是怎么样？上次我有称过，好像是。有一种透过皮是比较重的，因为它可能也分批次或者怎么样的，这个就很轻，就拿到手。Epson 皮深加工的，比看起来要轻很多。然后它里面最主要，它里面这个颜色非常少女粉。看不大明显，它是个看不大出来它是有多粉，它是糖果粉的。糖果粉，义乌糖果粉，但它里面是粉的。而且其实这个包的颜色，我觉得其实是不挑年纪的，就是如果你稍微，比如说偏成熟一些的，不会觉得这个颜色不搭。然后如果很年轻的话，你穿的颜色衣服要稍微艳丽一点，我觉得它也是很衬的。至少我是这么认为。其实我们还没有加入推力的元素在里面，你推力还得留着卖。对，你知道不可能一根搭很多。我发现就是，只要你一搭上它，立马就显得这个包变成另外一种生命，换血了一样。所以照片和视频，有的时候对包拍的视频，好像不太能表现出什么东西来，还是要拿出来用才能看到。在我们家那个陈列柜里，我发现就是我原本对他们好感的包并不多，后来我发现，当你拎出来的时候，每一只包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和它自己，就是它有它的价值和存在感，是不是？
外部，这样是正的，把它垫上。但那小孩在哭哎。能垫住吗 ？OK。这个时间呢，聊一聊关于钥匙锁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包包是没有钥匙锁，还有包括那个小皮套的。那如果想去专柜去配的话，我之前了解的是，那作为一个像保修内容是可以的，但实际上前段时间有客人给我反馈，去专柜配钥匙锁的话，有可能会受到阻碍，比如说他会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难度，比如说现在不太好配或者怎么怎么样。那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。没有，不，没有用归没有用，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，就是如果你想配钥匙和锁，这是你拥有爱马仕的一个正当的权利，不要被专柜的一些什么所谓的什么啊，什么放假呀、排队啊、什么什么各种推辞给你打消你的信心。你只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，他是有义务帮你配的。对，哪怕我配合了没有用，放在家里，对不对？但不也是收费的吗？对呀、我本来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儿，又不是免费，又不是你免费给我配，我花钱完了之后，你凭什么还给我脸色？对啊，其实我可能这么说不太好，好像和一个品牌在作对一样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应该有的权益，我们必须要争取。对，我们不去占一些什么我们权利之外的事情，但是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。和应该享受的服务，为什么要争取？对吧？我觉得要争取一下。为什么要争取？为什么要争取？我们为什么要争取？